台北市长柯文哲谈起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没有到立法院报告私烟案，一开口又有惊人之语。就说依法，依法倒不需要，不需要备询嘛 ，yes or no 嘛，不然他就变大号的吴怡宁。柯文哲，我不客气的讲，如果要讲容貌，柯文哲你望之不是人君呐、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身材、容貌来言语羞辱陈菊女士。我觉得柯文哲这种就是典型的忘恩负义。柯黑大将军王世坚谈起柯文哲同样没好话，从外貌到忘恩负义，王世坚连珠炮骂到停不下来，因为柯文哲针对陈菊已经不是第一次。小英是比较不会考试的韩国瑜，那陈菊是比较回的韩国瑜。在陈菊女士眼中看起来，就是沙巴嘛，就是个无足挂齿的渣渣啦，不是渣男哦。柯文哲连渣男都不够格啊！我会交代我办公室送一面镜子给柯文哲挂在办公室我请他每天早上起来先照照镜子。王世坚这话说的难听，尽管柯文哲解释大号是指职位不是身材，但一次又一次对陈菊总是酸溜溜，逞一时口舌之快，让柯文哲跟民进党梁子越结越大。欢迎新闻综合报道。